兵就要打枪，要带很多子弹，常常全副武装，人马百炼成钢。报告班长七发布最新 MV， 影片当中精选前六集的经典人物。谁能告诉我未来的方向？从第一集中的柯俊雄，第二集的石孝荣，第三集金城武，到第四集孙耀威，不少影迷看完才发现，原来好多大明星当年都是演军教片，逐渐打响知名度。听说班长兄，对啊，班长有什么了不起？我小学也当过班长。对啊，长大声点。听说班长兄，对啊，班长有什么了不起？我小学也当过班长。对啊。第七集报告班长即将上映前 MV 集结历届班长跟演员回忆大明星的青涩样。报告班长第一集的时候啊，就是包括整个环境的那个氛围啊，气氛啊，还有那个气味啊，你进去那部队里面闻到的味道就是不一样的、啊、就反正就充满了朝气嘛。多吃一点啊，我们要我减肥。你这样还肥啊？嘿啊，呆着样逗趣，让军教片迷看得很有 feel。 报告班长系列电影一直以来都是票房保证，如今拍到第七集，就有电影 MV 曝光，历届经典角色吸引影迷。不要跟我说该去什么方向，因为你根本不需要什么方向，做你的孤岛，好美分分秒秒，每一刻都叫我是闪耀。东森新闻中心在台北报道。